全国疫情警戒第三级延长到6月28号，竹溪乡公所5月底升级的各部落管制站也将延续站岗到6月18号，和中央同步。公所呢再一次呼吁，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连续假期，民众要好好的待在家，一起防疫，防止疫情破口。全国疫情警戒第三级将延长到6月28号，竹溪乡公所5月底升级的各部落管制站也将延续站岗到6月28号，与中央同步。管制站设立目的就是希望防堵民众到处移动、部落聚集，并且也保护管制站的人员接触人，进而染疫。管制站设置是非常重要。那因为目前这个期间要延长到6月28号。那我们经过我们的检讨，那这个部落的管制站还是维持现在的一个方式来继续来执行。另外，公所也针对即将到来的端午连假，也呼吁民众要好好待在家，一起防疫，防止疫情破口。从外面回来就是里外的一个工作的或者是学生要回部落，我们会做10连制的一个管制。那也请大家做好居家的自主健康管理。那至于乡外的人是要进入我们那个各部落，我们是希望说，除非是执行公务，如果是一般的访客要造访或是要推销的，我们都一切是拒绝，希望他就是劝离了。部落的管制站依然也会继续坚守岗位，自己守护自己的部落。返乡回来的族人请务必先自主管理，民众也请务必戴上口罩，保持安全社交距离，非必要勿跨县市移动。现在是防疫的关键时刻，只有民众与政府配合共同抗疫，才可以控制疫情。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。